买贵了吧，后悔了吧，哥姐姐，我就让你再等等，再等等。你们平时不听，就咱家这个清真的兰州拉面啊，谁是花19.9买的12桶，那您可能是买贵了。咱看一下后台没发货的话，咱赶紧退了吧。您看一下老弟这个链接都给你卷到什么价格了？厂家呢是19.9啊，给咱发12桶。另外呢，老弟为了回馈新老粉丝对老弟的支持，咱直接挂一张2元优惠券啊。咱哥姐姐点开下方链接领券去下单，直接是17.9给咱发12桶兰州拉面啊，满满一整箱。咱家这个呢是同年接口的清真兰州拉面啊，每桶呢都是138克的大分量啊，也不是那个小克数的。咱拆开一桶看一下里面的分量，它里面呢是有一个面饼啊，这个面饼呢是非油炸的，这个是料包，这个是蔬菜包，这个是汤底包，这个汤底包啊特别浓郁，这个是辣椒油包，咱想吃辣的啊咱多放点啊，不想吃辣的可以少放一点，还有一个小叉子，没有了啊，就这些。它里面呢是有4包调料，还有一个面饼啊。这个面饼呢是非油炸的，非常的筋道爽滑，就连这个汤底啊也是相当浓郁。就是像咱上班族、学生党，肚子饿了又没时间做饭了，晚上呢又爱整个小夜宵了，咱只需要烧一壶开水啊，一冲泡就 OK 了啊，既能吃面又能喝汤啊，还不用洗碗，真的太合适了。关键呢，今天的价格也是便宜到姥姥家了。今天老弟这下单，直接给您挂一张2块钱的优惠券啊。咱哥姐姐点开下方链接，一定记得领券去下单啊，直接。17.9给咱发12桶兰州拉面，商家控价之后呢，老弟哥优惠券随时关闭，趁着这活动咱赶紧去抽单，点开下方链接看一下有库存的话咱赶紧去冲啊，17.9的价格整整发12桶啊，真的太合适了。咱们想吃的时候呢，只需要烧一壶开水一冲泡啊就 OK 了，既能吃面又能喝汤啊，还不用刷碗，真的太合适了。